者吴之伟台北报道 ，Kit 与 Sandy 主持的新节目《超级新人王》今天举办开播记者会，吴宗宪特别现身为徒弟女儿加油打气，也不忘调侃 Kit 最近他心情状态比较不稳定。Sandy 私下曾与 Kit 探讨心理学，吴宗宪开玩笑说：“小心不要聊着聊就带回家了。”不过当被问到两人在一起吗，他立马回：“当然不行。”Kit 被问到最近与许维恩的状况，他表示现在很好，因为两个人在工作上还是有互动。先前传出许维恩与师弟吕瑞疑似抱新恋情， Kit 说：“我不认识他，其实我私下不会过问小恩工作上的事。”吴宗宪则说：“没关系，你下次谈恋爱就知道了，下次就偷偷摸摸来，因为公开等于分开。”Kit 很感谢这些日子来吴宗宪与 Sandy 为他开导情商，目前已经调整好工作状态，至于有无可能再复合，他不敢把话说死，接着瞬间哽咽：“对我来说，能够看到他，偶尔能跟他联络，我就蛮开心的。”超级新人王举办开播记者会，吴宗宪特别现身为主持人 Kit 与 Sandy 打气。 ET Today 提供：超级新人王举办开播记者会，吴宗宪特别现身为主持人 Kit 与 Sandy 打气。 ET Today 提供。